世界棒球经典赛倒数三天登场，今天官方举办的热身赛分别在台中和云林两地开打，许多球迷超兴奋的进场观看比赛，连周边摆摊的摊商生意都很不错。云林县府还加码，在国中以下的学生入场看比赛，免费送游乐园入场券一张，限量3000张。洲际棒球场人山人海，排起长龙，球迷席地而坐，提早卡位，等5点安检进场，准备看偶像。世界棒球经典赛倒数三天登场，先来暖身一下。官方热身赛上场开打，2点就来，这样子才可以拿到比较拍到好的座位。但我们的目标都是先前进日本，我们只敢去拿8场比赛。那我希望中国队能达成好成绩。左队走。晚上7点，中华队交手中信兄弟，场内场外气氛热血沸腾，连带周边摊贩生意也抢抢棍。今天生意如何？很好，还不错，因为人潮真的很多。男生赛另一个比赛场地在云林斗六，内也满座，万人观赛。云林县长张立善亲自开球，下午2场意大利对决味全龙，古巴交手乐天桃园，吸引许多球迷买票近距离观赏大型赛事。用他新的名字背号是25号，从那年开始认识皮亚萨，然后喜欢当皮亚萨。球迷自制看板，带着纪念球，希望能像小女孩一样幸运，有机会拿到心中偶像的签名。云林县政府也加码赠送3000张游乐园入场券，国中以下学生入场看球赛，一人发一张。5号、6号接连2天10场热身赛，球员紧锣密鼓为赛前暖身，要在8号正式比赛。一较高下，就综合报道。